32岁的张国静是河北邢台人，十多年来，他一直从事布料批发生意。近几年，由于电子商务的冲击，让实体批发的生意没了往日的红火。张国静意识到，是火爆的网络直播分流了客商。今年年初，张国静和妻子贾秋红决定开始尝试直播网销卖布。11月16号晚，记者在位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布匹城见到了张国静。实体店现在非常不好做，然后我尝试着在网上做直播销售。我头一次做直播销售的时候是卖了10多单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我觉得这网上能改变我。第一次4个小时的网络直播让张国静赚了700多块钱，这让他分外兴奋。他开始在各个直播平台注册账号，看店之余就是看各大主播的视频直播，学习他们与粉丝互动的方法以及卖货技巧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张国静从0粉丝涨到3万粉丝，每天的销售额从最初的几百块钱到现在近1万元。我们实体店每年的7月份和12月份，都是淡季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客流量。网上不一般了。如果说我直播的话，一场下来会有几百人、几千人看我直播。为了更好的直播卖货，只有初中文化的张国静自学了视频剪辑、营销策略、粉丝培养等技能。他在网络上售卖的大多是织油价廉的纯棉布，很受粉丝欢迎。可是近2个月以来，粉丝越来越多，成交量却没有大幅上升。张国静开始想各种办法提高销量。进一些新布料，我会发一些小视频，会展示给大家。我家所有的布料都是纯棉的。你像平常有时候我会搞一些小活动，我经常会做一些秒杀来吸引粉丝。在刚刚过去的双11期间，张国静并没有大量备货去做网络促销活动。他去山东参加了一个同行业的主播交流会，在这个交流会上，张国静见到了一些头部主播。这些主播庞大的粉丝数量和惊人的带货能力都震撼到了张国静。他深刻地意识到粉丝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强大生命力。然后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同行业的培训，然后见到了好多大的主播，他们聊了一下销售的技巧，然后还有和粉丝互动。我觉得我这次去培训收获特别多。我现在有3个实体店，然后我以后打算会把实体店减缩，主打网上销售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